那么接着我们有请张雪松教授来做总结谈话，谢谢。那个，我就代表我们单位吧，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谈两点吧。第一点呢，是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能够参与这个，全球学者追思星云大师的这个活动，非常感谢这个佛光山，也非常感谢这个香港中文大学人间佛教研究中心，以及能够跟那个，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一起，协助，参与这个活动。这个活动我觉得是非常成功的，确实是完成了这个活动的题目所说的赞和道，就是赞扬颂赞这个星云大师一生的这个重要功绩，同时呢也表达了很多学者对于这个星云大师的追思，而且确实我觉得这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全球学者他比较全面的。展现了星云大师对于这个港澳台啊、两岸四地，以及这个中日韩，甚至欧美啊、新加坡啊等等，这个还有澳大利亚等等，这个全球的这个法水长流五大洲，这个是在一个空间地理上的。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会非常好的一个是向我比较全面的展示了这个星云大师的一生，他的这个弘扬佛教文化、人间佛教的一个功绩。因为我们其实很多学者可能因为大师的寿命很长，活了90多年，他的弘法的时间也很长，一甲子还要多。我们可能是比较了解，可能我们熟悉的，比如老学者可能对80年代末啊等等90年代初啊，或者哪一段比较熟悉，像我们年轻一点的学者可能对于2000年以后的某一段比较熟悉。那么这样，星云大师的通过这次会议呢，我觉得比较全面的展示了这个星云大师在不同历史时期在这个发挥的不同的重要的作用，不仅是一个空间上一个非常全面，我觉得在时间上也是非常全面的，所以很期待这个妙凡法师他们这个要主编我们的这个就是将来跟香港中文大学这个要出这个文集的话，我觉得将来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成果，就从时间和空间上比较向我们比较全面的展现星云大师，然后呢，这个散和道这两方面都体现得非常好，这个会议。第二点呢，我最后想说一下呢，就是我们单位跟这个佛光山跟星云大师其实是有很深的渊源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创所所长方力天教授其实是很早就跟星云大师有非常密切的接触，因为时间有限就不想不展开来论述这些事情了。我们第二任所长就是我们现任所长张峰雷教授呢，也是在这个得知星云大师圆寂后的第二天呢，就致电了这个佛光山宗务委员会，代表我们研究所的全体同仁，对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舍报圆寂表示了深切的这个悼念，也在我们所的网站上发了消息。我们所其实很，除了两任所长以外，我们的这个何建明教授啊、张文良教授啊、宣芳教授等等，有很多老师其实跟佛光山、跟星云大师都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希望就是，虽然星云大师已经圆寂了，我们同佛光山、同这个全球学者吧，然后他们这个我们一起呢，这还是保持我们既有的这个非常好的学术联系。加强对人间佛教、对星云大师的思想、对于汉传佛教的现代化的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深入的研究，共同推动这个佛教文化、这个人间佛教、佛教现代化这个事业。我就简单谈这两点。好，谢谢。好，谢谢张雪松教授，对我们以上的发言。